请掀开经本第五面啊，第五面经文的第六行啊，经文第六行，诸佛刹众皆能示现，辟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设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从这一段看起，在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下，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上来分为两个大段，先说转法轮的总相，后说转法轮的别相。所谓转法轮，就是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所做的教学的工作。要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教育的工作。别相里面，前面一半是讲普贤行，后面是讲文殊智。诸位，从这个内容来观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无量寿经》确确实实与华严无二无别。华严经自始至终啊，也是这一个架势。着重在行门，着重在行德了。行一定要有智慧做依据，这个行才是菩萨行，才是正行。如果与智慧相违背，这佛法里面叫凡夫行。那么也有经论里面称之为邪行，这个邪是以佛菩萨的正行为标准而说的，不但六道凡夫之行不能成为正行，我们在《楞严经》上读到，二乘全教菩萨都被世尊呵斥啊，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可见的本经跟华严呢是同一个水平啊，同一个标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行门里面，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才成就我们行门的殊胜啊。刚才我们念的，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课题，示相无得，是显示。显示在一切相中不可得，这是真实智慧呀。前面一句诸佛刹众皆能示现，这个
一大科的意思，将来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到，大概总得要两三次，也就是要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才能把这个意思说一个大概。啊，就是此地的三行啊，我们留在华严里面细说。诸佛刹中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也包括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讲十方三世啊，无量无边的刹土，说明那是我们生活的空间，这个是事实。我们生活空间很大了，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一桩事情，一定要觉悟的人才懂得，觉悟的人才能够受用的。没觉悟的人呢，那就很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在他坚固的执着。譬如佛在经上呢，给我们讲了一个公案，所谓公案呢，也就是故事。那么这都是事实。世尊当年在世，曾经在舍卫城借孤独园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乘经里面有不少重要的经典呢，都是在借孤独园讲的。他有一次借孤独园翻修房舍，翻修房舍的时候，佛跟这些弟子们在这个庭院里面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笑一笑了。弟子们就问世尊，你看这个蚂蚁为什么会发笑？世尊就说了，这一窝蚂蚁啊，曾经经历七尊佛出世了，他还没有立蚂蚁身。那我们不说多吧，就是普通的讲法吧，一尊佛修行成佛了要3个阿僧祇劫，这是我们讲的不能再少的最保守的说法了。七尊佛了，21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个事情太恐怖了。不是蚂蚁寿命有这么长啊，死了以后投胎还做蚂蚁，还是在这一个窝里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个就是大乘经上常讲愚痴最可怕。愚痴的人呢，坚固的执着，这个蚂蚁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执着这个身形，执着他生活的空间就那么大，所以死了以后啊，还投胎做蚂蚁，还是生活那么个空间里面，你说这个多恐怖。他不知道啊，每一个人生活的空间是无限的。现在这个世间人也相当聪明啊，
利用高科技，造成飞行的工具，把我们生活空间拓展，拓展到其他星球上去，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啊。这个梦想早晚会实现。这么多年来，我们曾经在报章上看到许多的报道，传说有外星人曾经登陆我们地球啊，数数很多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关于幽浮飞碟这个事情呢，确实我见过的。我是见过飞碟，但是没有见到飞碟落下来，只看到在空中我见到的。那么我见到也有许许多多人见到，因为到第二天呢，报纸上看到了，刊登了这个消息，可见的见到的人呢很多。那么是不是外星人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侦察这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他们有能力来，当然他们的飞行工具比我们优良，这是真的。这个飞碟呢，它可以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飞机做不到的。它能够停在，我看到的时候，它大概停了有五分钟，不动。然后移动的时候，速度很快，在几秒钟当中啊，就看不见了，速度很大很大，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现代这个科技能够达得到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科学不断在进步啊，我们相信有一天也会有这个能力，利用这个高科技的工具来往其他的星球。这个方法拓展我们生活空间呢，相当的笨拙啊。在太空当中，就是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的星球，我们不要用望远镜，在夜晚星空当中，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用肉眼观察，大概能够看到6000多颗星星。如果用高倍的望远镜呢，这个星星是没有法子计算的。而且有许多距离相当之远，科学家用光年来计算就是光的速度走一年我们知道光的速度一秒钟差不多是走30万公里，差一点点，这是29792公里光的速度将近了这个30万里的速度这样的速度走一年这一个距离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光走一年的速度科学家告诉我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用光速大概都要4年半才能够达到，而我们造的这个飞行工具速度决定赶不到光速你说这种星际旅行很辛苦
啊，相当辛苦啊。纵然这个外太空外星人到我们这个世间，到我们地球上来访问，他们的交通工具无论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肯定它是人道，它不是天道，它是六道里的人道。可见的地球有人，其他星球也有人，人道才用这个方法。如果天道啊，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天人旅行啊，不需要用这个科学工具，它本身有能力。我们讲神足通啊，天人有五通啊。所以想来想去，我们还是要恢复我们的本能，那才是高明的。恢复我们自己本具的六种不思议的神通，这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如果要恢复了，到这个太虚空去旅行呢，非常方便的。是一弹指，一刹那，再远的地方都到了。不但可以呀，星际旅行呢，没障碍了。真正的诸佛刹中啊，比我们这个星际旅行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这个道理啊，诸位要晓得。我们今天所看到星际，还是停留在三度空间里面。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甚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我们科学达不到啊。也就是说，时空的界限不能突破。如果时空界限突破了，哦，那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哎，这个界限突破了，是吧？你能够看到天道，你能够达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再能够超越这个六道，这个六道就是大千世界，超越大千世界，其他诸佛国土啊，你就能接触到了。所以诸位想想，这空间相当复杂了。绝不单纯啊，空间真正是无限大，比我们想象当中无限大要大很多很多倍。佛经里面讲不可思议，菩萨的能力，诸位要知道，此地讲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我们有份呐。我们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的品位高低，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有这个能力，诸佛刹中皆能实现。我们单单读这一句经文呢，就能够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那要不去，不就是大傻瓜一个？非去不可啊！那么实现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说我想实现个什么身份就实现个身份啊！你要有想，你就不行，你就不能实现。那种种实现呢，不是自己想。
怎么实现的呢？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是现的，应现的。众生有感了，你就有应。不但跟众生感应道交，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跟诸佛菩萨也是感应道交。佛有感，佛的感是什么呢？佛教导我们的缘成熟了，这是佛之感啊。我们就到佛那个地方去拜佛，去请法，去求教啊，这也是应的。所以感应道教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不仅仅是对同一个阶层啊，或者对第一个阶层，对最高的佛尘也一样啊，也没有两样啊。所以就如同《普门品》里头啊，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修学就现什么身，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的社团，没有一样不能实现。不但实现有情众生，也可以实现无情众生，实现山河大地啊。树木花草样样都能实现啊。所以这一句它的境界无限的深广，这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第二小段是比喻，比喻你在诸佛刹中啊，种种的实现，譬善幻思啊，这个幻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魔术思啊，这个变魔术的魔术思啊，它有善巧方便。虽然我们知道它所变现的都不是真的，可是你在看观看的时候非常逼真啊，几乎一丝毫的破绽你都看不出来。现众异象，众是众多，异是不同。那么这个两句就是解释前面的戒能实现，解释这个实现。能随众现身啊，这个善幻是能随众现身。我们把它落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佛菩萨能随类现身，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个学法呢？
我们可以随众生来现身。这个话怎么说？每一个人，我们在一生当中，或者是说，在一年当中，一日之中，随着我们生活环境不同，我们的身份也在那里变化。也是现众异象啊！你比如你在家里面，你在家里头，对你的父母，你所现的儿女的身份呐、对你的小孩，你所示现的是父母身份呐、对弟弟，你所示现的是哥哥的身份；对哥哥，你所示现的是弟弟的身份。你家庭里面，你看你这个身份呢，时时刻刻就不一样啊！离开家庭，踏进社会，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啊，你要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上班呢，到公司，你是经理啊，董事长的身份，或者呢，你是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员工身份。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身份呢，时时刻刻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物，也时时刻刻在起变化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一个事实真相，相没有定向啊，随着缘在变化的。这个才叫做事实真相啊。所以，入境随俗，从容自在。这是智慧，这明白人呐、下面这两句呢，这就是智慧了。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个理很深很深。这个理呀，要讲到不生不灭，我们留在《华严经》里面去讲。相，诸位要知道，相是虚妄的，相是缘生之法，佛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难众缘而现相啊，现这个幻象啊，相的生起。或者说相的现行都是有很复杂的因缘，现在人讲啊，条件很复杂的条件，所现之相决定没有自性，所谓说缘起性空啊，没有自性，没有实体，没有自体，没有个真实的自体，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无所有不可得，此地讲的实无可得，实实在在讲啊，无可得，这是真的。所以在一切境界里面，
那第一个相是我们自己的身相，我们把它叫做真报。自己身相外面所有一切色相，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称它做依报。为什么说相是虚妄，性是空寂？这个理呀很深，因为这一桩事实里面没有能所啊。如果有能有所呢，那这个相就不是虚妄的了。那境界也就不空了，没有能所。虽然说有能性所性，华严经上就说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心能现的，相是所现的。佛在经上也讲能所，但是讲到最后，能所是一，不是二。能性即是所性，所性即是能性，这个就很不好懂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全妄即真。妄什么？妄是相啊。全体的妄相就是真性，全真即妄啊。全体的真性就是妄相。佛这两句话虽然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可是我们初学的人听到啊，真的依旧是堕在无理无中，搞不清楚是一桩什么事啊。所以佛常用做梦来比喻。那么此地讲呢，用这个幻思来比喻也很好，但是用梦境来比喻比这个更好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梦中有境界，如果这个时候问你，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像什么样子？整个梦境就是心变出来的现象。心没有相，但是能现象。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晓得，哎呀，你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啊。你就见到了，你就明了了。能变的是心，所变的是妄相，全真即妄，全妄即真，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从梦中一惊醒，想想佛讲的这个话，蛮有道理。多少能体会到一点意思。那么以这个做一个例子，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现实这个人生跟梦境没有两样啊。《金刚般若经》上说得好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指的多么大的境界，设法界之内都是有为法，不但六道啊，声闻缘觉菩萨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里头，也就是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是梦幻泡影啊！为什么凡夫之人把这些梦境把它看作真实？佛告诉我，这是因为一切众生遍计执所造成的。这个相分呢，是依他起的。依他起的相分，真的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呐、一点没错啊！你把它当作真实，你在这个里面起种种的感受，都是属于遍计所致，这毛病出在这个地方，这是迷呀、悟了的人怎么样呢？悟了的人呢，他遍计所致没有了，邪遍计所致啊，他就见到圆成实了，就见到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了。真相叫圆成实。换句话说，离开妄啊，你就见到真实。你要执着妄啊，真实确实在眼前，你发现不到啊。佛菩萨给你讲，你也不相信啊。所以无论是凡夫境界，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境界，总而言之都是不可得，都是无所有。所以说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在这些虚幻相当中，你可以受用，不是不能受用，你可以受用，但是你决定不能够得，你要是想得到它，不可能的事情，你用它的时候，你会用得很自在，决定不可得。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啊，三心不可得，说明什么呢？你能得不可得，你所得的是外面境界，外面境界是一切人事物，外面境界是因缘生法，缘起性空。当然也是不可得，这佛常讲啊，缘生之法没有自性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能得所得都不可得。如果诸位真正能够明白这个真相，你的心定了，
你的妄念没有了，你只还会有妄想，还会有妄念，你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虽然天天读经、听教，没有听懂，没有明了啊！纵然这个经呢，念上几千遍，念上几万遍，还是大妄想。在境界里面呢，还是有得失，还是有是非，还是有人我。啊，这就是你念得再多，啊，你研究得再深刻，你也讲得头头是道，啊，可是你没有契入这个境界。啊，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的正受啊，你没有办法得到啊。啊，正受啊，真实的受用啊。也就是我们提出的这标榜出来的自在随缘。啊，自在随缘是真实的受用啊。真正自在，真正随缘，一念不生啊。幕后这是个总结，是慈诸菩萨亦复如是。啊，这个慈诸菩萨与会的这些菩萨，啊，与会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20000多人呐、啊，这里面出家的比丘众12000人，啊，比丘尼众500人，啊，在家的居士众有7000人，啊，在家的女众有500人，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经上记载的20000人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太多太多了。这个道场里面有天神，有鬼神，还有他方世界许许多多的菩萨，没有视线的这个色相，我们看不到啊。偶尔来几个代表，啊，他们视线的是有色身，那是他方世界菩萨的几位代表，不现色身的不知道有多少啊。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慈诸菩萨包括我们每一位同修在内，那么你是出家众，就是此地讲的比丘比丘尼；你是在家中，就是此地讲的清心寺清心尼。由此可知，这个经跟我们的关系多么的密切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多欢喜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经文虽然不长，越说越深，越讲越妙了。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
完全没有障碍啊，跟底下这个大合起来，就是彻底的明了了。这个经文是连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设法界一真庄严，实无可得，你就不能断妄想，你就不能成一心。我们念佛目的是要达到一心不乱呐。为什么说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做不到一心不乱？常讲的，你放不下了。只有啊，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的人，他真的放下了。在一切境界里头，确确实实，如《金刚经》上所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外面再不着相了，为什么呢？实无可得。觉得对于一切境界相没有执着了，可以分别，决定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放下了嘛，放下什么？放下执着啊。执着放下之后啊，你就得定，就如诸三昧，你得正受了。入定啊，这就开智慧啊，所以这两句是慧开。你看，通诸法性，这什么意思？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这句话是见性的。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得根本智啊，得到根本智。后一句啊，大众生相啊，众生相是现象啊，此地的众生广义，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千万不要看到，哎呀，这个是人啊，是一些动物啊，九法界有情众生，那你就完全搞错了。此地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不但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一真法界里面也包括在其中。本经里面所说的极乐世界，华严所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都叫众生相啊！就是说，这些现象怎么升起的？来龙去脉，因果理事啊！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知叫厚德知，厚德是无所不知。前面呢，通诸法性呢，是般若无知，后面这句大众生相啊，
无所不知。这个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实在讲，圆满智慧是自性本具的。自性本具的智慧完全脱离障碍，全体现前就叫成就圆满智慧。不是离开自性的别有成就，那你就搞错了。自性本具古德为我们讲佛陀三个意思解释佛这个意思。佛把它设为三种智、三种觉。佛的意思是知觉，智是体，觉是作用。这三种智呢，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切智是说什么呢？一切智就是通诸法性，就是根本智啊，知道万法皆空，知道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这是属于一切智，所以根本智就是一切智。第二种道种智，道种智怎么讲法呢？种是种种，就是众多的意思。道是道理，这些众多的现象，众多的现象，什么道理生起来的？通达这种智慧就称为道种智那么这个种是包括一真法界、十法界包括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那么就是此地讲的大众生相。所以这个是属于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意思是说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少你要把它分作两桩事情那就错它是一桩事情这样你才能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呢，就是证一真法界。由此可知，佛法当中绝不容许我们堕落在一边呐。这个根本智、后得智两边呐，一切智、道种智也是两边的。不许可你堕落在任何一边知道它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这个就是不二法门这实在是真实的智慧所以他智慧也开了智慧开了之后啊，那就得大受用。它什么受用呢？我们看底下这两句：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它起作用吗？
上供诸佛了，下化众生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自己没有真正的戒定慧三学，你就不能供佛，你也不能立身。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四众同修，无论在家出家了，一定要真修啊！修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一展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比如我们在家里面洗衣烧饭，这是每一位家庭主妇天天要做的事啊。你知不知道啊，洗衣是修戒定慧，烧饭也是修戒定慧。你如果是通达明白了，你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菩萨心啊，你是在修菩萨道啊。你要不了解不通达了，那你是轮回心在造轮回业，你看这个差别多大啊！这种差别追究它的根源在一念之差，一念觉，一念迷啊！一念觉，我们洗衣服有洗衣服的程序啊。有洗衣服的方法了，依照程序方法去做，那就是持戒。洗衣服也要有一段时间，要有个几十分钟，几十分钟你有耐心在那里等，那是修定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整整齐齐，那是智慧。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总与三无漏学相应，与三无漏学相应，就与六度相应，就与普贤菩萨的十愿相应。如果这展开来，就与菩萨六度万恨圆满相应。所以菩萨道在哪里修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处啊，无不是圆满的菩萨心。我们用这种心行供养诸佛。那么今天我们要落实在自分上，落实在现前上，怎样供养诸佛呢？念佛就是供养诸佛，念佛要会念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就是供养诸佛。供养诸佛是自度啊。所以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欢喜赞叹，阿弥陀佛欢喜来接引，实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异口同声地来劝勉我们。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啊，弥陀经上看到啊，那么诸佛如来为什么要赞叹？诸佛如来只有一个愿，只有一个心，普度众生，造成佛道啊！佛菩萨不愿意看到我们晚一天成佛，总希望看到我们很快就成佛。这个是诸佛如来的愿望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的法门，是一切诸佛戒引众生的第一法门呐，没有委曲婉转的，叫你这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可是这样的法门一定要度根熟的众生啊。怎么知道这个众生根熟呢？他一听了之后他能够相信，他不怀疑，他就能够发愿，他不退转，勇猛精进，老实念佛。他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人在本宗里面讲根熟的众生，换一句话说，他做佛的这个缘在现在成熟了，很了不起啊。他不是做菩萨了，不是做罗汉了，做佛啊！做佛的因缘成熟了。换一句话说，他这一生当中要去做佛去了，太稀有了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他是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主要条件同时具足，所以这个人决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说实在的话，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下下品往生也做佛。我们在这个经48愿里面看到的，这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往生到西方极乐的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那就是佛，不是普通的菩萨。所以诸佛如来又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当然难信，
做佛的这个缘没有成熟，他就不相信吧。谁相信呢？做佛的人相信啊，不是做佛的人不相信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菩萨根性的人不相信，声闻缘觉的根性的人当然更不相信。只有一佛尘根性的人，他深信不疑，所以他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就是称念这一句名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供养佛，不是供养一尊佛了。虚空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供养到了。这个法门叫平等法，平等普供一切诸佛如来。明天是新加坡的国庆，今天晚上是国庆的前夕，你们发心要在此地念二日二夜48小时，好，这个供养佛的福报，哎呀，别说我没法子说了，一切诸佛来都说不完呐，你供养诸佛有没有真实的效果，就看你念佛是不是真心。你念的是不是相应？如果真诚心呢，在相应呢，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开导群生呢，这是化他。我们在现前能把这样殊胜的法门以善巧方便广为介绍给一切大众们，这就是开导群生。开开启他的茅塞，这是言教啊。道里面就有身教，我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身教比言教殊胜太多了。我们劝人念佛，怎么劝嘴皮都说破了，他还不能完全相信，还很难接受啊，半信半疑啊。今天念佛堂建立，叫他自己亲身到这个地方来念个一两天，哦，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呢？亲身体验。这个念佛堂跟其他地方念佛堂不一样啊！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呢？这个道场是清净庄严的道场啊！你看这个里面没有做法会的，没有金灿佛寺。没有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除了净宗典籍之外，不夹杂任何经典，所以它是一个无比清净的道场啊！这么多的法师在道场里面领众，
你到哪里去找？找到这一批清净比丘，他们过去清净不清净，不管他。他到新加坡来这两个月清净吗？那昨天不清净都没有关系，今天清净就行啊。清净比丘到哪里去请啊？那请不到啊。他在此地不要名闻利养，不要你恭敬供养，什么都不要，都是发的最极清净心，大家一同来念佛，感应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道场我很清楚，我相信诸位同修头脑稍微清净一点，冷静一点，能晓得这个道场有佛菩萨在念佛。我们大家这个道场跟佛菩萨一起念佛，你说这个道说什么？到底哪个是佛菩萨呢？你如果去找啊，你决定找不到啊。你要去找啊，你这个佛号念得不相应了。为什么呢？夹杂。夹杂了，功夫就破坏了。念佛决定不能夹杂。古德的这个笔记小说当中记载的夹杂的事情很多。像明朝戚继光。这是一个明朝的一位将军，虔诚的佛教徒。他平常念《金刚经》，念的很有功夫，也念了不少年。有一天，他梦到一个士兵，是个阵亡的士兵，是他的部下。求他了，给他念一卷《金刚经》啊，超度他。来求他。他醒了之后啊，就恭恭敬敬的读经，给这个士兵回向。到第二天晚上又梦到这个士兵来感谢他，就是谢谢将军呢。但是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人家念《金刚经》当中掺杂了一个“不用”两个字，所以这个效果就减了一半了。他一想，没有说不用啊，哦，忽然想起来，他念经的时候，他的这个侍者给他端一杯茶过来，他没有说话，只是摆了摆手，这心里动了念头，不用，这个你看看。这个就减了一半了。可见的这个夹杂是很破坏事情啊，不能夹杂了。所以这个戚将军呢，就到第二天的时候重新再念一部。很恭敬的念一部，晚上又梦到这个士兵来了感谢他。这个念的这部经他全部得到受用。他超生了，所以念佛念经不可以夹杂了。你如果听我讲这个句话，这个佛堂里有佛在的，去找哪个是佛？你夹杂这个东西，就把你全部念佛的功夫就破坏掉了。所以应当怎样去观想呢？除了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是佛。人人都是诸佛如来化身，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最极虔诚的心，跟这么多佛在一起念佛，要用现代的话讲，这个气度旺啊！
你24小时决定不会疲倦的，越念越欢喜。为什么呢？跟这么多诸佛如来在一起，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跟一尊佛在一起，已经就非常之感觉的非常荣耀了。跟这么多佛在一起啊，一定要把每一个人真佛，决定不是假佛，决定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他是佛啊，他们就是真佛，这些佛来陪我念佛。这些佛来带领我念佛，你说这个念佛堂多殊胜？啊，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里面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啊，那就是说，这些菩萨们已经证得法性空啊，已经证得法相无所有啊，为什么还要求往生？为什么还要劝化众生？是不是他们多思？不是的，证得法空之后，明了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之后啊，自性里面的慈悲心呢，自然就升起来。那个发心呢，不是勉强的，不是人家劝的，自自然然就升起来，发而如是啊。升起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呢，《维摩经》上所说的啊，这些菩萨虽至诸佛国，即众生空。就是他们真正通达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他真知道真明了啊，但是他还是常修净土，教化众生，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国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示现给那些还没有得度的人做榜样啊。这是真正的慈悲啊。为什么要度这些众生？自他不二啊！众生没有度尽，给诸位说，自觉就不能圆满了啊！好像我们一个人一个身体，我们晓得身体许许多多细胞啊，身体哪个地方长个疮？这是部分呢，那个地方的细胞有病了，我要不治好它，我这个身体就不是圆满的健康，还有一点缺陷了。十方世界还有一些众生迷惑颠倒，还有一些众生搞六道轮回，就像身上局部长疮一样啊。众生迷惑颠倒啊，分自分他了，诸佛菩萨眼光里面情与无情同一个发生，同一个离体，同一个心性啊。
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有灾难，看到一般人受这些疾苦，真正通达事实真相的人，就会知道啊，那是我们全体的一部分呐。我们义不容辞去帮助他。现在有急难，先要救急。救急当然是属于财布施。先以财布施做因缘呐。给这些众生结缘了，跟他有缘了，然后再以法布施啊，劝化这些众生。永除恶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能改变生活环境，就能永远不受这些灾害。那么这个一定要靠佛法的教导。再看下面这一句，化现其身呢，犹如电光。这一句完全跟前面诸佛刹中皆能实现的互相照应啊。化现其身就是实现，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虽然化现其身，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犹如电光。知道所有一切的化现都是梦幻泡影。你看他在这里面成就佛法，成就度众生的事业，成就我们的话来说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可是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也没有污染了。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电光就是说生灭同时，显示出化现的事实真相。生灭同时，也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不生不灭。请看第六名，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前面这一段菩萨的自受用啊，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啊，这是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就不能够帮助众生。有了真实智慧了，
这个时候帮助众生，不但自己不受累赘，反而增上定慧。自己如果不入这个境界，去教化众生，往往被众生渡跑了。这个例子很多很多。从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代起，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是真了解，不是透彻了解，他我法二执没有放下了。换一句话说，他心里面呢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很浓厚的烦恼习气没断了。遇着外面的缘，他就起现行，他生烦恼，生烦恼啊，他就造作为，依旧堕落在轮回。这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彻底明白。真正彻底明白，如果带着有一点习气，那还不要紧。这是罗汉菩萨了，往往都有这种事情。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舍利弗，这是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了，他还有嗔恚的习气。迦摄尊者，这是说定功很深了。禅宗的传人，释迦牟尼佛把禅宗传给迦摄，迦摄是禅宗第一代祖师。这么深定的人，听到那个天人作用，那个乐声非常美妙啊，迦摄不知不觉就从座位上起来，就跳起舞去了。你看看，他也受不了了，要闻声起舞啊。这是说明着，说明习气的深重啊。但是他们虽然有这个习气，功夫还不至于堕落到六道轮回。所以这些罗汉，这些全教菩萨，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讲他们一些小故事，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为什么呢？他们觉悟得快，回头得快，所以不碍事啊。我们凡夫迷到里头，不晓得回头啊，这个麻烦就大了。不晓得回头啊，那个恶业就越造越重。他们回头快，觉悟快，所以度化众生者，列魔剑网，截住搀扶。前面我们曾经读过，以定慧力破所智障及烦恼障。这个魔剑呢，就是所智障。搀扶就是烦恼障。
所以自己要有定有慧，还要有善巧方便。那个善巧方便呢，都是属于戒所摄的，戒学里面所含摄的。由此可知，没有离开三学。自己自行化他，都要与三学相应。我们在六道三途啊，佛法里就常讲显道，在这个里面可以保住自身，不被污染，不会堕落。有这个本事，有这样的功夫，自己永远住在镇定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缘，心里永远是清楚，是明白，不迷惑，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教导别人如何破邪知邪见。这个见比喻作网啊，网是比喻啊，魔见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佛法教给我们正知正见，魔见是跟正知正见恰恰相反的。如何纠正他的错误观念？这个方法在我们这个世间最好的办法了，讲经说法。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短时间的，长时间的。讲经说法的目的要帮助他开悟。如果他不开悟，听一百年还是枉然。甚至于把佛的经典呢，也变成了魔戒，这个很多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不解如来真实意啊，错解了如来的意思，曲解了如来的意思啊。古人所谓的望文生义，善事佛愿呢，是把佛经呢也变成错误的思想跟见解了。所以《华严经大智度论》里面常说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的人有啊，能看得懂佛经吗？看不懂啊。为什么看不懂呢？佛的经典字字句句是意在言外，这个是佛法的难处。你要在文字里面、音声里面去求，决定求不到佛法。佛法两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佛法是觉悟之法。
换一句话说，你在文字音声里面去求，决定不会开悟。为什么不会开悟呢？着相了，立相才能开悟啊，着相不能开悟啊。着相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你要把分别执着打掉，你才会开悟。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赞叹，善说者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善听者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有悟处啊。执着在经教里面就错了，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说得好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佛既然无有法可说了，那这个佛法里头还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想这个经里头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思？错了。所以佛的经典49年所说没有意思，如果有意思，那佛就真的有说法了，佛就说法了。49年所说，佛一丝毫的意见都没有掺杂在里面，所以他老人家说他无说。无说怎么说了49年？那这到底什么回事情？佛说的很好，他所说的都不是自己的，没有自己丝毫意思。所说的是谁的呢？古佛所说。所以他跟孔老夫子的态度一样，述而不足啊，都是叙说别人，没有自己一点点意思。再跟诸位说，那个别人是谁呢？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如来是哪一个呢？给诸位说，说到真实的是真如本性。自性里面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发而如是啊！这《华严经》里面才说，成说、岔说、无间断说。我们把这些大经合起来看，这个意思就能体会到了。这才是真正的说法了，才把我们所有一切错误的知见，真正能够破除。因此说法要着重善巧，巧是方法的巧妙，善令闻者能够悟入，那才叫善。听的人不能悟入，虽巧不善呐，所以要帮助听者悟入才行啊。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悟入呢？是不是要找一个真正很高明的说法的人呢？不见得。古人这个例子很多，说法的人没开悟，听法的人开悟了，妙啊！正是所谓的会说不如会听呢。那你们诸位同修，这听经听了这么多年了，
没有侮辱啊。为什么没有侮辱呢？你不会听呐。为什么你不会听呢？你心不定啊。现在好了，现在真的有善巧方便了。念佛堂里面就多念几天佛，心定下来了。再听啊，不一样了。再听啊，你会有悟处啊。从这个地方，我想有一些同学应该这个心里面有一点体悟到啊，体会到为什么古时候的人看经听讲很容易开悟。现代人看起来好像比古人还聪明哎，为什么听个几十年听一辈子都糊里糊涂都不开悟？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古人学佛无论在家出家都有5年学教啊，都有这个过程啊。那个5年学教是什么意思呢？我叫5年学戒。5年的学戒，布施、学戒律啊，是遵守老师的教戒。你看看过去要想学佛头个5年到道场里面做什么？做杂物啊，天天叫你干粗重的这个生活，叫你干这个干这个是什么事情呢？修福，没有福不行所以说5年呢，修福修慧，福慧双修啊。慧是怎么修法呢？慧修根本智。5年教你什么？教你无知，完全把你这个心啊定下来那么在禅宗是参究，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打掉所以禅堂里面，你每天在打坐堂主手上扛了一个香板，干什么？打人的看到什么？你在那妄动，有妄想，打你，把妄想打掉。看你没有妄想，要打你。我说没有妄想的昏沉嘛所以禅堂的老师好办了，天天打响板不过实在讲也不容易，你要打得让他开悟才行那个响板子把人打死了都不开悟，他就有罪过了所以他那个板呢，是明眼人呢看到你，这是打了的是吧？你开悟了如果打了不开悟，不能打，那打就打错了打是看到快要开悟，这个板子供养他的时候，使他警觉开悟那么教下是叫你读经，用这个方法。每一个宗派每一个道场那他的学风不一样比如天台天台在5年当中要背3大部，
那这天台加法了，三大部《法华经》文句，智者大师做的，年经带注解要背。啊，《法华经》玄义释签，你们都晓得，现在精装本这么厚三册，从前线装本20册。啊，另外还有他修行的这个方法《摩诃止观》，这天台三大部啊。从前现装本总共60册，60册5年当中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啊，天天叫你干这个，啊，你在做工，工作做完之后赶紧去背书。啊，所以讲堂里面你没有席位，你不能听经了。啊，禅堂里面也没有你的座位啊。5年只是跟大众服务，啊，5年之后，你才有资格到讲堂去听经，到禅堂去参禅，啊，这有你的位置了，啊，所以这个5年呢，修福修慧，啊，修福就是为常住做事情，照顾大众的生活起居。在修福啊，修慧呢，背诵经典啊，完全叫你背诵啊，没有讲解的啊，所以说背诵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让你的心啊整个定下来了，你不会有妄想，你要有妄想，你就背不出来了。用这个方法来修根本智啊，所以有5年这样的基础啊，5年之后再到讲堂里面去听讲经，他怎么会不开悟啊？多少都会有悟处嘛，所以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嘛，总有悟处啊，所以对他的修学。法喜充满，很有道理。我们现在人是现在人，就是把这个基础失掉了，而且一接触佛法，看得很多，听得很多，听许许多多人讲，看各种不同这些资料，把这个头脑都看糊涂了，看乱了，看迷惑了。所以现在开悟的人没有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列魔剑王啊，已经堕魔剑王啊，我们已经堕在魔剑王里头，出不来了啊！那么这个念佛堂这就有稀有功德了啊！所以认真讲。大家要到念佛堂，每一天24小时，念上个3年、5年，你再来听我讲经，你会有悟处。一定的道理，你没有这个功夫，念佛堂呢？念佛堂就是把你所有一切烦恼之念，统统给念掉。叫你在念佛堂里面，你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那么我们的念佛堂跟其他念佛堂不一样啊。四周全是阿弥陀佛的佛像。我跟大家说过啊，那么多的佛像就是你们的莲池海会呀，大众啊！啊，那么多佛像里面，总有一尊是你自己呀。你自己现身在那是佛像啊，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啊。你才想这个念佛堂多亲切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修学
依报环境的殊胜。对自己修学是最好的增上缘。所以我们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的同修到这个念佛堂里面来念佛。你们自己会感觉到，用不着我说，你在这个念佛堂念上一个星期，你然后你自己想想，你一生当中无论参加哪个道场打佛七念佛，没有这个地方殊胜。你在这个地方一个星期，你的感受决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们自己去体会呀。所以这个念佛堂念上几年再听讲经呢，不相同了。那么现在这是逼不得已。每一天念佛还每天两个小时的打闲岔。为什么要打这个闲岔呢？怕大家推心呐。所以我们现在每天两个小时讲经啊，是给你打气呀，是防止你退心啊。每一天在劝勉呢，道理在此地。真正要讲经，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助你破所知障、破烦恼障，帮助你契入境界。明心见性的，那应当是什么呢？先在念佛堂好好念上三年，然后再出来听经。这个是我们按照规矩来做的。可是现在时候怕这个三年呢，念到最后人都念跑光，都没有人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天天劝勉，不能不把这个功德利益之殊胜呢跟大家讲解清楚、讲解明白，使大家欢喜在念佛堂念佛。实在讲的是念上个半年以上，你就欢喜心生起来了，你就渐渐契入境界了。这个经听不听无所谓了，你真正得受用。所以在这个起见的开端呢，这个讲经是很有必要。今天时间到了。